我想慢慢慢慢慢慢和你慢慢慢慢慢慢靠近，慢慢慢慢贴近你的心。我会想着想着你的声音，把你把你把你抱紧，爱你的每一秒全都很甜蜜。你怎么喜欢来这种地方吃东西啊？又脏又乱，一点儿也不卫生。是因为在美国过得太苦了吗？你怎么知道我去过美国？我不仅知道你去过美国，我还知道你坐过牢。你别紧张，刚刚你说你对易向暖的过去3年很了解，我想大概率也只有狱友了。他告诉你的吗？他可能不想面对吧，但是我倒觉得这段经历应该公开，不是吗？你想干什么？我想帮你，帮你也是帮我自己。帮我？你怎么帮我？易向暖欠我钱，你给吗？他欠你多少钱？200万。他不会给你的。你这次找来也是因为这个吧？和我合作，你拿回你想要的，我拿回他欠我的。抓紧良辰美景，在这儿空对月，等他睡了我再进去。哎，怎么怕尴尬？你们不会还没有？哎，那我没说。懂，兄弟，放心吧，我都准备好了，这一次一定让你不虚此行。萧暖，萧暖，我把气球给你找回来了。怎么还喝上酒了？起来。你今年到底几岁啊？8岁。小暖妹妹，我把气球追回来了，不要难过，不要难过。那是我妈妈给我买的最后一个气球了，苏晨哥哥，我没有气球了。谢谢苏晨哥哥。不行，小暖妹妹回来了。小暖妹妹回来了。流氓！小暖妹妹，小暖妹妹！哎呀，小暖妹妹！小暖。星星。哎，你的脸。少嚷嚷。星星，快点走，今天我们要把所有建筑都拍完。
秦董，这么着急让我过来，想必不是为了单纯的打球吧？耀哥，苏晨他这些年是不是压力很大？何止是大呀！秦董、严董那两个老头子，自从苏队接手 RC 之后，到处使绊子。就在你婚礼的前一天晚上，苏队还连夜去江南处理他们子公司整的烂事儿。所以，他不是故意不来的。怎么会故意不来？ 虽然苏队那个时候再生你的气，可是让你难堪的事情他可做不出来。听说你去江南考察了，怎么样？咱们这个度假村的项目，不会有什么问题吧？这周资料汇总整理清楚，不出意外的话，下周就可以办概念发布会。那就好，这个项目你跟进了大半年了，这要是再出现什么问题，你这个总经理的位置可就得换人了。 对了，姚哥，你听说过天阳地产吗 ？RC 和他们有过合作吗？当然啊，干这行的谁不知道天阳地产？龙头老大，做的都是过亿的项目。他们倒是派人来聊过，但是还没有正式的项目合作。怎么了？没事儿，就随便问问。20分钟之后开会。哎，等一下，我的手机好像落在车上了。 我下去拿一趟。嗯，好，一会儿见。不是说有什么事儿发微信吗？你来干什么？江主管，我帮你把事儿都办利索，你答应我的事儿呢？怎么连个影子都没有？小点声。我不是说了让你去找天阳地产的王天阳吗？你找了吗？一个小职员，他怎么会见我？你到底？ 今天、明天或以后，明天、今天没有我，我了解，他更适合有情一笑没尽头，恋人未满不追求，希望是我爱而不。